那这边呢有我的联络电话啊、email 还有部落格，那部落格您就是用关键字比较好找啊，这个那么长谁要记得，对不对？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PhotoCab 的部分哈、那么首先其实待会呢我们跟老师介绍一下有关于构图的部分，因为现在其实说真的不要说相机啦，连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了，对不对？老师其实教学上一定都会有需求的。好，那不管你是拍照还是录影都会有需要，当然录影的部分剪接可能多多天没办法做，但是他可以做照片的部分哈。那所以说摄影的构图怎么稍微处理一下。好，那再来就是用 PhotoCab 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什么这个基本的拍照的把它处理好，有些小瑕疵其实简单点一下就 OK 了，事实上不难。好，那当然再来学校里面可能会用到什么大头照，对不对？好，比如说同学啊毕业啦或者参加比赛啦之类的可能都会需要。那网络上用最多的就是所谓加外框跟套模板，好，套模板。那当然其他如果说老师您可能有需要上传到所谓的网页相簿的，那可能就会需要有配置改档名的，就是一次帮你改档名，或一次帮你把档案大小缩小之后再传到网络上，这样才会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咯，有关于摄影构图其实最常见就是九宫格，好，就是九宫格哈。那么一般来讲其实你的相机上面也都会有这个格局呢，只是你有没有拿来用而已，没有的就是自己心中有九宫格就好了原则上其实我们平常最常拍的方法就是十字摆中间，所以我要拍谁就对到谁嘛，但是其实这样也不是说不好，只是说你可以把主角放到这个交叉点上，有没有这四个角，而不是只有摆在中间。好，那这样感觉就会比较不一样。好，当然这个是绝对的，只是说你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那万一你拍的时候没有怎么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呢照片怎么样都很大张，对不对？老师的都几百万像素的，甚至有的很多都上千万的，对不对？弄好野人的可是说真的其实你上千万的数位相机你会不会设定成上千万的？不会，因为记忆卡不够用所以很多都会再降下来因为我们平常没有洗那么大张嘛，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重新利用裁切的方式把它裁切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我这边我不知道老师桌面上有没有一些那个照片我自己是有，可是我没有，我刚刚没有在分享，因为我怕说档案太大大家抓不好抓那没有关系，我先弄。那如果老师您刚好找看看您的桌面看有没有适合的，那如果没有的我等一下再把它分享出来像我在这边里面我就找到这个在这样这里老师您如果一打开之后的直接看一下左手边有没有要浏览照片这个地方就是说这里就等于是你的档案总管那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变更资料夹，告诉他你的资料夹要设到哪里所以我从这边来点了，好，我就告诉他我要看的是在我电脑里面的这边，好，这样子就看到了。好，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缩放跟裁切你看到哪一张就可以点到它。好，那么如果你的照片比较多的，比如说我这边照片比较多，有没有？那这样你可能要拉开，对不对？这样比较不方便。你看到下面，有没有看到这个163？对，这个就是冷白、发白，你看是。好，至少其他软体有没有看过这种功能啊？但是这还蛮贴心的。好，所以我先看这个缩放裁切。您看到像这一张好的比如说我们这一张。请问老师一下，我们现在数位相机拍出来的比例是多少？是几比几？长跟宽？这样通常是几比几的？没有嘞，那是洗出来的。我们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宽是四，假设你是横拍的话那高就是三。但是现在有些数位相机是可以拍出什么16:9的，就跟我们电视上的一样。只是洗照片来讲好像没有人要洗16:9的，因为绝大多数就是像老师刚讲的4:6的，有没有或早期我们是5:3啊3:5啊然后8:10啊之类的，
这样的版本。那所以说其实老师刚刚在洗出来的时候是变成多少？是4:6，4:6就是几比几？3:2。所以跟我们刚刚4:3实际上比例还是不一样，所以你拿去洗的时候实际上有裁切到，会裁切一点点的。来这边，从这里您看打开一张影像之后，影像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裁切？哎，找到按照指定的长宽比。好，我们就假设这张我拍好了，我要拿去洗的话，你看哦，我从这边有没有我们常见的尺寸4:6，点一下，如果这一张拿去洗，上面跟下面会怎样？会稍微被切到，好，被切到，只是因为大家习惯都很好嘛，只是摆中间的，反正只要人在中间，我都不怕被切到，对不对？好，所以事实上会有，好，会有一点被切到，那没有关系，哎，你就可以先来这边调整。那如果万一老师你这样不被切到的有没有？也有。有没有发现有一种照片的尺寸是 4.5×6？ 这个你去照相馆是真的有，好、哦，对对对对，那它就是说数位照片完全不切的，因为这个除以 1.5 之后是一样4:3，有没有？这个是也是变成4:3，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照片完整洗出来，它就是一刀未剪，完整版的哈、哦。对，这个是可以留意一下，如果说您真的需要的话。那我现在呢就重新构图一下了，你就把您的这个尺寸有没有先调好，我现在就把主角这稍微放在左手边来，有没有？好，试看看哦。 OK， 对不对？使用前来还原在这里哈、哦，使用后这样感觉有点不一样吧。嘿、hey, ，那另外呢，我找这一张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也是很标准的，十字摆中间的，有没有？就是人就在正中间，可是各位有发现这张照片好像怎么样？比较扁平一点点哦，跟刚刚那个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这是16:9的，啊，这个是16:9的，那这个比例原则上就看各位的老师的这个相机啊，所以你看一样，我就把我的，看你要切到。这样可以吧？好，稍微调整一下。好，使用前、使用后，有没有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好，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照片很大张，所以其实老师可以，当你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你回来再裁切一下就好了。好、哦，事实上就可以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老师您要会的哈、哦，就是我们透过就是重新裁切的方式，好、哦，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做裁切。那当然，照片如果太大张怎么办？就从这边来，有没有个影像大小？哎，点下去，您就自己从这边决定一下就好了。好、哦，那原则上您只要打一边，比如说。哎，对了，顺便问一下老师，请问我如果要放在网络上，大概多大的价值？不知道。来，我先问一下大家，老师现在拍下来，你一张数位照片，大部分都多大？一张就是拍下来的，两枚，那老师的大概是800万到1000万的。老师呢，如果你数位照片拍下来一张多大？反正电脑放得下就没有，就不会挨。原则上大概300万的话啦，是一美嘎上下，500万可能就是一美嘎多，不到2美嘎。那所以老师2美嘎的应该是超过500万的，600万的、啊、或者800万左右的。你若是1000万的，就大概3-4美嘎左右，一张啊，哦一张。所以说这样子放在网络上会很慢，你光要传上去就比较慢啦、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您用在网络上的话，以我们现在这个荧幕来讲，是1024×768，对不对？我们这边应该是1024×768。好、哦，那所以像一般来说，我们网络上的大概是这样就够了。我用尺量给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给各位老师的里面有简报互动篇里面 ，pick。好，
你看哦，我随便，比如说您去部落格好了，我能够放的电影应该就放了，对不对？太大张就不用了。啊，所以呢，我们拿就有腿在扭着。你看，从这边到这里，就是才600多，有没有？600多而已啊。那你说好啊，那我没有右手边的，我就再大一点啦、啊。我们差不多到800而已。所以其实网络上啦，网络上的照片，如果老师要放在网络上的，其实不用放那么大张，您只要大概500宽度哈，宽度500到800左右就够了。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缩小一下，不然的话你上传档案也要很久啊。对不对？那个时间，那您看，我们像刚刚这一张，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台阶好了。您看这一张多大？1.67，这里有写1.67，这是原尺寸的。那个老师，数位相机的尺寸，你答案怎么算出来，知道吗？答案就在荧幕上。安呢？长跟宽，25×19嘛，这是几百万的，500万的，就是25×20就好了。我们就是，那就是约对的，约对的那个尺寸。所以像500万的，那今天我把这一张，您看哦，我把这一张我先丢上来，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变800好了，你打完之后右手边，因为它是有勾起来分比例，所以它会自动，右手边会自动做好。我存起来，看起来好像一样，可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我先把这一张我先放到桌面上。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存好之后这一张你加确认一下，确认是这张没错。来，我们按右键，内容，要只剩600包，不过应该没有那么大才对啦。我刚刚是不是那个压缩比是不是太大了啊？因为我这边100%啊，正常来讲大部分它预设只会在75%或85%左右啊，所以如果我一样的尺寸我再把它压小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剩126，一 mega 多，剩126，是不是快很多了？好，所以说这个您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老师要注意一下哦，您缩小之后就不能拿去洗数位照片哦，你要洗出来的，这样就会太小。好，假设你要拿去洗4×6的，我们原则上至少要300万像素。所以这个老师要留意一下，所以你的原始档不要就想说缩小就原台就把它丢掉了，你原始档是要留着。好，只是说你要放在网络上的时候，我们就先缩小，那这样的话可以加快网络的上传跟下载的速度。那您大概了解了哈，好，那我就把后面还给您，给您先试看看喽。您可以看看您电脑面有没有适合的那个照片，或者说老师您就到学校网站上或您的班级上，可能也会一些照片可以拿来用的。